비리야. 그게 사비. 다시야 간발샤브. 간발샤브. 배워봐. 不过我这个图不是很会打。这个图说白了比较依赖战术一点，这个图你要一个一个上的话不好打。我基本看他们就是破点就几个人卡卡卡位，然后破点了再上，这样反正就一堆破啊，你一个人打的话很难打得过的这个图，因为他们的点位全都基本上都是靠后的，没有前点，基本上没有前点一说的，要有前点也是一个前一个后，一个前面赢着一个后面再翻枪归你。当你打的你自己玩的时候，如果说 A 那一直有人在那打打打打打打，你就一定得注意一左一右，大部分都会有人，只要是整队，如果不是整队的话可能就没有，如果是整队的话这个一直在那放枪，就很可能就是下面有人蹲着就等你上去。Okay. 那他会不会就是 WC 不对，就像后点有个人放枪，然后就是阳光 A 然后打 B 这样。不对，就是阳攻不了啊，就 A 大阵，你我不管你怎么放枪，反正你不上来就不会打 A， 只要你上你就是打 A。还有从距离还远，回防 A 的时候，啊，就怎么回？我觉得这个好难打，因为差点太。我跟你讲，要从这里进去，必须得把就是说。在我门外就打一颗这样的闪光，把那个酒吧的人打了。就是一般这边打回防最好的策略就是说这边放，就是说你人少的时候尽量就一个就好了，除非就是说人很多，就一般就 A 大回防比较好就是比较好打一点。嗯，因为 A 大地位比较宽嘛，你这里一般就封个烟，你一卡死这个烟你根本进不来。嗯，所以你有组合闪，而且还是能盲打的情况下，有烟雾就封着，你还能盲打，盲打闪光进来。哦，盲目的打嘛，就这个意思。但是能盲打的准。那你意思说从那边回防的话，都是靠运气咯？哪边？就从这边啊，中路回防。不是又那肯定啊，如果说有烟雾封住情况下，你们还没打道具，对面还卡不住你们，不是说你们运气，是对面菜，是真菜。那你就说一般如果一个人回防的话从 A 大回防比较好。嗯，可以啊，就一个人的话就无所谓了，就是说一v一些情况下你哪个点都可以。哦，那就一v多呢，就是一v一的时候一般那个人都会待在 A 八点附近，就是一般不会卡到 A 大中段，就是就是你从那边回来也安全，从这边进来也只需要你提前上来之后往酒吧查一下，就卡个几秒钟，就看他一直不露头，然后就基本上可以确定，要么就在这边 A 门外面啊，就在阳台或者在阳台这些地方蹲着，停你脚步，判断你在哪里。一般就这两三个点，就不会跑到 A 大中段去。那没有了，就是我如果没有闪光的情况下，我进来的时候就直接先拉。窗口外，你要进来你就想办法选择那个时机来进嘛，要等 A 大的队友打响了之后他们杀掉人了或者怎么的，或者看着小地图看到他们到哪里了，要听着枪声判断一下，看那边的吸引力够不够，一旦够了之后你就是说你确定了对手只有这个一个人， A 大的阳台可能都不一定在对手的里面，他跑去帮 A 大了，然后你再可以直接拉进来，就是说你再选择打哪个人，或者说就是说你 A 包点掉人了，然后他封了个烟在这里，那你听到 A 包点下包了，就有时候就是不要每一把都是，就是有时候他一听到他下包马上就拉进来把这个包点的给打掉，要就看你能换几个了就赌，有时候是必须赌的，一旦队友掉了就看你那个人有没有能不能赌，因为你这样子肯定是劣势了嘛，人家这个图一旦站到包点你要打回防很难打得进来的，只要那些人会卡烟雾，就是会两个人就相互之间就是交流好，就是那个火力交叉点都在一个点，就看死你不给你机会就很难打得进来。那他如果是封烟的话就是匪会封烟就封门吗？肯定封门啊，进来之后成功占领 A 包点，第一时间什么都不要干把烟雾铺上。那如果就是
回房的，他有烟的话，可以丢到窗口这里可以吗？啊，他你有烟的话，直接把烟我雾就就是放。往这边或者扔在阳台那里，把阳台封了，你就封了阳台，就自己进来打包点的，要么你就扔在这里，扔在前面一点，把阳台封了，你就直接这样混进来打阳台的。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有，除非人家是要入，就说直接入到水上来，然后你就还有道具。如果是慢打的话，你基本上不可能有烟。我一般都有哎，我都不丢东西的。那肯定的啊，烟雾就是，就说你想看，无论打哪个图，你要想着别人是会在哪里站着，就说一个双卡的位置卡着你那个点，又把你那个烟雾扔在哪个位置，最好是能把两个烟雾。就是把一颗烟雾把对面两个位置的视线都给淹了，又可以让你就是安全的通过那个点。如果实在封不了，就封一个人的视线，就把一个点的人，把他视线给污掉，然后就清另外一个点的人。能回防能1v1就1v1啊，因为1v2太吃亏了，你这样人家就盯死你，就知道你在外面肯定要进来，就人家。就精神力全部在这里，只要你一动，人家就会肯定提前枪都想都不想提前枪，就一直泼这里，等着你来撞子弹。那这道具丢不好怎么办嘛？什么叫丢不好嘛？就是不怎么丢会不好丢就得嘛。练，不，怎么练练什么地嘛？方好？哎呀，这个下节课再说，换张图了。我觉得就这边更有排讲好吗？有排讲也是没改的啦。刚，哎呀，怎么病啊头？在哪里？等一下，我在 A 在哪里？啊？为什么又要回乐队圈？什么意思啊？下课，我在平台。这个你来讲，这个我真的不太会。你就 A 包点啊，就是说 A 斜坡，然后厕所，这个枪为什么是要厕 A 所啊？吧？为什么不不是是，厕所？虽然打的时候听他们不你像。不叫厕所叫什么？大坑吗？这能叫坑吗？妈的，比我都高半个身子，这能为叫什么坑叫吗？厕我所？操！你能在里面蹲吗？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个打这个就要蹲。我跟你讲，放一个来蹲这里很有效果，就是说把你们 A 大。A 包里那个人注意力让他卡，帮你看枪法。你这个人蹲就在这里慢慢猥琐的。我跟你你讲，这说个这经样常双卡蹲吗？人，不是。那是。去，这个人跑到 A 包点那窗口看着那个枪房有没有过来人就可以来。这个人就自生自灭，靠自己发挥。A 大人这个人就完全靠自己来阴人的，其实也挺好阴的这里，只要你不露头，对面就基本上看不到你。可是他们打的时候，那你如果蹲着瞄着的话，看得到吗？也是看得到吧？啊？看不到，我操！你来看我了。看不到。叫我打狙吗？嗯，是啊，有啊。叫我打狙吗？交学费。收到多少钱？多少 钱？两万五，两伤万五。感情，真的是，哎，好好立马打给你。这个好。AI 吗？任性任性。瑞大厕所啊，没了。然后哎妈，啊！什么刀战赛是什么鬼啊？然后这里呢？这里叫什么？我一般乘喊凉一房。般喊浴室，一般喊浴室，有一些人就喊那个澡堂，对，那洗澡，看到没有？你看到这个什么呼啦啦的？一起洗啊！什么扯淡意思？不是，这不毁我清白吗？外面没有，外面这里没有名字啊，浴室外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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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很好。然后，紧。